医疗的时候，正好知道任达华先生对高雄的医疗非常有信心，来高雄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大，完了之后他医疗就做得非常好。对，他对高雄深具信心。医美是什么？听说了，他可能要来高雄买房地产，将来有机会他随时会时常会来高雄。哦，我不晓得，你要问他。当我们高雄荣誉市民，他可以荣誉市民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他不可以当代言人，因为他自己有经纪公司。哎，历届其他的港星一起来。当然了，不光是超级巨星港星，还有一般的寻常的小老百姓，所有的民众，外地的、外国的，欢迎来高雄。好不好？不是光只有巨星级的，因为健康是人人关心、人人需要的。健康身体最重要。来，好，先坐下，坐下。来。哦，我们没有直接认识，并不是直接认识。就是我们观光局在发展观光医疗的时候，正好知道任达华先生对高雄的医疗非常有信心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高雄健康检查，打一打高尔夫球，所以我们就跟他联系，那也承蒙他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个记者发布会，宣导我们高雄医疗观光的优点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，借着这个机会一起跟他开记者招待会，跟大家报告高雄医疗是非常棒的。我们医疗观光一定要宣传的，因为我们到底医疗观光的优点在哪里？高雄医疗观光长期可能没有被华人圈注意到，大家目光可能在北台湾，忽略了高雄医疗是非常棒的，所以一定要宣传，这是必然要做的，好不好？等宣导完毕以后，很多病患或者健康检查来到高雄，真的感觉高雄医疗棒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宣传，他自己而然他那个生命力就会出来，好不好？市长，上海台办主任他有可能会到投光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跟他见面？目前没有计划，因为我行程很满，目前没有计划。哎，对，他对高雄深具信心，他听说了，他可能要来高雄买房地产，将来有机会他随时会时常会来高雄。哦，我不晓得，你要问他，好吧？你问他一下。当我们高雄荣誉市民，他可以荣誉市民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他不可以当代言人，因为他自己有经纪公司，所以我们就借着他来帮我们一起来行销我们高雄观光医疗的优点，如此而已，好吧？好。市长内心最有声音，说是要希望能够把是我跟你讲，民调的方式。今天在医院，我们不要讲总统大选，好不好？啊，开场合，好吧？好，谢。这是无偿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们是无偿的，我们没有，我据我所知，我们没有付什么，他完全是义务的。哎，这一次他历届其他的港星一起来，当然了，不光是超级巨星港星，还有一般的寻常的小老百姓，所有的民众，外地的、外国的，欢迎来高雄，好不好？不是光只有巨星级的，因为健康是人人关心、人人需要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谢谢。其实我常常说啊，身体健康很重要，尤其是我们男人也好，女孩子也好，一家人也好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那就身体健康，要好的体能，才能够去照顾家人，跟朋友一起去玩，我们男人才能够继续在外面拼，所以呢，身体健康很重要。只是我觉得，尤其是高雄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大。完了之后，他依然就做得非常好，这边观光也非常好。那我常来这边吃乐乐玩玩，完了之后也常在高雄做那个身体检查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，因为我有一个好的身体，才能够跑得快，才能够照顾好的家庭。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，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健康身体最重要。那你有来这边做医美吗？医美是什么？医疗美容，这个请问你，而且没有帅气，永远18岁。因为我喜欢跑步，我喜欢跑步，我喜欢就用什么喝水，
所以呢，我就其实我每年都会有身体检查的。都在高雄。对，都在高雄。因为这边有中医有西医，有时候很难很容易结合，因为他们也是，就很容易解释给我听。有些老外的东西哈、啊，讲英语有时候我也听不太懂那个字说什么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华人那个社区啊，其实上海也很好，上海也很好，那高雄也很好。尤其是我也觉得高雄那个天气对我来说蛮适合的，因为这边呢比较热，我喜欢跑步，比如喜欢出汗，所以呢我常来这边跑步啊，来这边玩。有时候我觉得每年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身体检查，把自己身体那个状况做得更好。要好的身体呢，我们就能什么事情都能做。不好意思，市长刚刚有提到说您想在高雄自残，有没有看过哪里？还没有。但是高雄毕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。还有没有再想要一点其他的港星去到高雄代言？也没有。对，我也希望大家继续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任达华来推荐。你有推荐舒淇跟任达华？没有。这边做身体健康检查，我觉得为了自己，为了大家，为了全世界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我跟您全家都在这边吗？啊，我老人家都一起来。现在叫我。